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嘿，呀妈，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好，来，我们 Mika 带我们一起做一个 opening 吧。好的，欢迎大家来看这个吗？看这个。啊，你看哪个行啊？看这个吗？看这个。那个 first。OK， 欢迎大家来到 weecho 特别直播节目 Wonder Home。Hi，say hello 给你们的直播间的观众们。好好。就是先来和大家给打个招呼吧。打个招呼吗？好，那你先打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先托米卡。哦，你是米卡。OK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INTO1 的博元。嗨。我不知道看哪个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INTO1 张家元。好嘞，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我们的直播间布置的像一个家的感觉，像一个家的感觉。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吧。用你的手机。用我的。啊。就是。怎么说呢，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可爱，那边还有我们的照片，这边有一些装饰品，然后还有我们 INTO1 三位成员在这里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是 weecho 的 Wonder Home 的第二组的成员直播，上次 AK 和刘宇和 AK 已经直播了，他们玩了那个叫什么，那个这个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，叫什么，就现在好像很多人在玩的那个织一个地毯，织一个可以抱枕的那个图案的那个，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东西，是就是手工的一种啊，对，手工玩的，他们玩得很开心。我们也做手工。对，我觉得我们今天他们做了那个嘛，我们也想做一点手工来，就是装饰一下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想我们今天做个什么呢？你说。我说，家园，我们今天做一个什么呢？坐个摩托车。坐摩托车。摩托车。就是坐摩托车，可能怎么说呢？我们自己装零件，坐个摩托车。坐个国产的四缸摩托车。我们因为这个房间里啊，可能这个色、这个颜色和摩托车不太不太 match， 对，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可爱一点的吧。可爱摩托车。那说到可爱的摩托车，在古代那就是马了，对不对？这都扯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木马，怎么样？木马对，怎么样？能装发动机那种的。好，那我们在我们收到了一些，就是之前我们不是收到了一个问卷嘛？嗯。然后我们就选了就是做木工这个选项。嗯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来做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木工艺主题。